拿，拿，这就是那块金子。金子哪儿来的呀？啊，自己攒点粮食，自己容的。啊，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？嗯，不知道，就知道是公安局发了个通知。对，最近有一案子，涉及到一根项链，我们在查。哦，那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真不是，不是我。我在想想啊，这里面是肉，我一条项链，不过是那种特细的，不是那种特粗的那种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根粗的呀？啊？说！我就是随口一说嘛，这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。我告诉你啊，那项链背后牵扯两条人命。啊？你要愿意说实话。我给你这机会，凡事都有痕迹，我们也查得到。不过要让我们抓到那个给你项链的人，从他嘴里说出点啥，你就被动了啊！那事儿可就严重了。我之前啊，是收过一根项链，收过，啊。是这根吗？好像是。到底是不是？是。是啊。是他们给你的吗？不是。不是？不是。那是谁啊？不认识啊。说是自己介绍了吗？长什么样？